好，再换一下这个运动组的莲花 Amira 这一台车，我们直接换的吧。哇哦，莲花的标志，真的是目前的第一台我认为的运动组跑车啊，就是这一台啊，莲花的，帅烂。哇，反正什么车都有了吧？再换个一阶，直接换完好了。来看一下莲花 Amira 这台车，把它改一下。OK，电控，Let's go 啊！轮满底盘，OK。OK，直接灌满。好，目前是五阶的。那我看一下它的改装方向。然后我们先测一阶的吧，0到1阶加10.3。我们升一阶跑跑看好了，10.3、2.4、0.1、1.1。哦，这台车也是。一阶特别强哎，二阶只剩下5.2而已啊。零转 OK，转向蛮好的。这台车开起来跟罗密欧那台好像哦。他们两台车，我感觉都是一台新人主义的运动组车的感觉。它也是滑滑的车款的。滑滑的感觉。没问题。你说这台是去年刚上市车啊？原来如此。好开欸，这台车就跟莲花，不，跟那个刚刚那台四系差不多欸，过弯一样是滑的。直线看起来 OK，我们来试一下不撞的跑法。可以哦，过弯真是顺。它的底盘好像蛮重的，我看这个地方的颠簸没有什么。这个弯我感觉不用甩了吧，还是要甩。我看凹红标这里嘞，哎呦，好快哦！哎，很贴，我的天呐！好，消到一下，真的很快，它真的是运动组的车吗？过那个大弯，很快就红转绿了，蛮快的一台车。必打重点，OK，不要死不动组就好。八，哇，甩太轻，接左弯，哦，这转向超好的，不用甩，前面是 R32。两台都是过弯型的车款，好像有拼哦。哎，吸尾流，还想卡我嘞？吃我的卡撑啊！
啊，不要去踩旁边那个柱子。啊，我记错，我以为是法夹弯。啊，我记错了。啊，记错赛道，我想是用弹的，完了，输了。是没啦。记错了啦，前面长得跟法夹弯一样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关键是什么一拖到底啊？见证拖弯的奇迹到啊，不然一直说我吸尾流。那你看看那个才叫真功夫啊！有吧？这个贴弯。啊，记错，这个弯才是。 没问题，这张好大哦，这张超大的，这张看看它直线如何呢？等下过弯真的好舒服哦，啊，凹红票也不慢哦。 过来，几个 AYC， 很像是性能组的车来运动组虐菜的那种感觉。哇，超稳的。哦，这一段基本上是绿漂在过了，这直角弯看一下，哦，也是一拖过来啊。 看到这个凹红标上来感觉，我们外甩内，就现在切，哇，差点过去哎、欸！这台车不需要凹红标，它举到绿就可以轻松过来。我刚刚是甩太快了一点，不然的话我感觉可以刚好踢过去，就不用凹那么用力，你知道吗？这台车好像不需要哎、欸，它的转向太好了。这一边的大直线。 220、230，真的是很像是来虐菜的，他感觉不是这个组别的车、欸。 OK， 没问题。才一阶有这样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。好开，好开，转向 OK。哟，亏了，一下，边往轨道车一下。 推不到，想说去撸抢的，撸不了。这弯应该不用甩了，这下车子重，车这样甩比较快。
我刚撞到那个，好像有人掉出来。嗯哼。